一篇视频教你三种查询特斯拉电池健康程度的方法，从此告别电池焦虑。这里是陈峰特斯拉硬核频道。第一种方法隐藏在车机服务选项里，下拉找到特斯拉的400电话，拨打后客服会提供出电池容量 SOC 的健康程度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售后常用的维修模式，长按软件中的车型自三秒，车辆停在售后服务中心周围的电子围栏内，就会进入这个维修模式。里面有一个电池健康度测试，需要把电量全部放完，然后再次充满，用这种方式测量电池容量，它的精确程度可以到小数点后一位，也是目前准确的测量方式了。第三种查询电池健康程度的方法是特斯拉最新推出的简单方式，打开特斯拉 APP， 点击右上点的三个点的聊天消息，再点击耳机形状的这个符号，进入到在线客服，打字输入电池健康程度，系统就会秒回复目前你的车辆电池健康容量，这也是目前最快的查询方式啊。我的 Model Y 行驶了24000多公里，两年多的时间，电池容量还在 96% 啊。以上三种电池健康程度的查询方法，大家可以收藏起来，随时查看了。你的特斯拉行驶了多少公里，电池容量还剩多少呢？评论区拿出来晒一晒吧。